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象棋世界栏目。今天呢，我跟张强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2016年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的精彩对局。对阵的双方呢是由，红方开滦集团成龙对阵，经济联队的蒋川特级大师。这盘棋呢是我们经济联队呢，在对战这个开滦股份队的时候，第四盘的这盘较量，因为在前三盘当中呢，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一胜两和的战绩。这盘棋如果蒋川能够不输给对手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，完全战胜对手。所以说呢，作为执红的成龙大师来讲呢，他要呢这个全力以胜，对，全力以赴去争胜，对，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对。那么蒋川呢，还是走出了平马，针对红方的这个当头炮，跳马。黑方是先拱的七卒，先拱七卒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。出车。这个棋呢，就是说的，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招，凡是呢，像这种联赛这种快棋当中呢，你要是敢选择这样的布局呢，肯定对这个布局呢，要有相当的熟练程度。一般来讲，红方是走过河车比较多。但是成龙呢，可能感觉蒋川可能对这个棋啊，有所研究，所以他选了一个兵七级。就是先选进七兵。对。蒋川呢，也没有采用左炮封车。他走马二进三。对，他走堂堂正正的平马。看红方怎么去进攻。当然，红方这个时候有多种走法啊。有车二进六，马八进七，炮八进二，车二进四等等啊。对。当然说走的最多的还是车二进六，这儿走马盘河或者平炮对车。平炮对车。如果走马八进七呢，就有可能形成炮二进四，双炮过河的棋。对，这路变化呢，也容易激烈啊，就是双方呢，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做。那实战当中呢，这个成龙呢都没有选择这些最常见的，他走了一个炮八平七。这招棋呢，应该说呢，在以往的对局当中呢，出现的并不是最多啊，它不是主流。它是呢，有一些这个对这个小有研究的一些选手呢，喜欢走这招棋就是说冷不防打对方一措手不及，反正不是主流。估计呢，不是每个人都去深刻的研究这个棋以往呢，黑方多走炮二进四然后红方有车二进四。对，炮二进四。就这种打法，对，炮八进二好像也有，炮八进二也有，也比较稳健。但是蒋川呢，恰好对这个棋呢，前日子呢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准备。他选择了炮八进四。应该说，作为成龙来讲啊，他可能真没见过这招。对，因为这个棋表面看起来不太符合棋理。因为你八路炮不是保住三路马吗？那不怕对方兵七一冲吗？对。但这个棋呢，红方也没有不冲的道理。因为你要走其他的。感觉也缓，感觉呢，容易给黑方呢这个反击的时机，那红方呢，因为这个也是从心理上来讲呢，他也是想抢分，他就直接兵七就冲过去了，但实际上来讲的话，那个蒋川特级大师他走炮八进四，那必然是有准备的，对，作为这个国内的高手来讲呢，就是说的他一般不会下，这个。像我们街边的棋摊似的，我先走一招再说。他肯定是有计划的有一定的这个研究的，对，这个是有准备的。他走了一个，对，马三退五，这招棋呢还是走的比较灵活，最主要是针对红方这个过兵呢，等于是红方呢，没有料到的这种变化，那红方走到这里的话，那肯定。要吃了，这个棋也不能不吃啊。对，这个兵先吃了再说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表面看起来黑方是落后的。实际上黑方呢，退了中马以后呢，中路上得到巩固啊。他最主要有一个炮八平五，较将的这个先手。或者说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个便利。这招棋呢，在之前黑方呢就不能走。比如说你这个马你没退，你就不能这个走。我们把三都放回来，
啊，这是一个初级的问题。嗯，因为红方可以马三进五把你蹬掉。嗯，因为你中路少了一层。对，你车八进九，你吃车又回去了，那好，红方又回去了。红方再马过去三，抽一将，那把车吃了。带着将呢，就把你这个车呢反捉回来了。嗯，这个棋反而黑方呢白得。对。啊，这观众朋友可能要实战当中也要注意一下这样的。这是简单的问题。嗯，把中兵放这儿。啊，我们再拿回来，就是黑方要先回这个马。嗯。之后，等红方拱兵的时候，黑方再走炮兵。嗯。这招棋必须要走。嗯。如果不走这招棋，这种局部的退让就是亏损太多了。对。他这个局部的退让是为了争得这个炮八平五的这个叫将。嗯。啊，那么考验这个布局到底是否成功。嗯。也就看黑方这个炮八平五这个战术是否能够立得住。对。那这个时候能不能炮五进四呢？对，作为红方来讲，这个棋啊就只能走炮五进四。嗯。就是输了这个棋要给我走的话，输了我也得炮五进四。就是有可能被对方杀得很惨。嗯。但是这个棋如果不走炮五进四啊，嗯，这个棋呢红方就完全没有先手了。嗯、啊，炮五进四呢有可能出现的变化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一下。好，就是说成龙呢可能当时可能是这么想的。嗯，蒋川既然敢走证明他肯定有研究。对、嗯、然后他临场呢他又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棋。 嗯他又怕中了对方的埋伏。对，所以他就走了个四四进五，结果这个棋就是完全没有机会。就心理压力。但这个棋呢、嗯、我们如果理性的分析呢也是黑方机会不错。嗯，马七进五，黑方叫弃车。嗯，啊，弃车势在必行，红方车二进九。嗯，然后这个时候黑方要先逃一个炮，炮五退一。对，这个时候呢红方呢有多种选择吧、嗯、我们给他假设几个啊、嗯、就假设先从最简单的看、啊、那他马五进六这把车就打掉了。对对，就是这个棋你还要再进车，那他一将、嗯、你要砍炮，这个棋就亏太多了。对，这个是假棋。嗯，比如说下兵能不能拦住对方也拦不住，他炮二进二。嗯，啊，这个也很厉害。嗯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下兵是假的。嗯，因为有的选手可能觉得我先下兵你吃我再退车行不行？对，实际根本来不及，人家先炮二进二直接、嗯、啊兵贵神速叫杀。这个棋呢红方呢可能就只能走上上将。嗯，因为这个棋你既然拦不住对方马五进六，嗯，你就只能先避一招，那黑方依然马五进六，这是一个绝对先手。这个马呢不敢逃，如果逃黑方会平中一将，将军对红方这个棋很难逃，那他只能够出将吧，出个将。出将他车平二也很厉害。嗯，下一步这个将这个马也能用上。对，这个棋红方盯不住。嗯，啊，或者再炮平六给将也行。嗯，所以这个棋确实是。对，这个棋就是说气质还是很成立。黑方呢这个进攻呢嗯是比较有利的、嗯、但是这个棋马五进六的时候嗯可能红可能只能走这个退局。那他吃马将你再出将，不，这个棋呢、嗯、就是黑方呢可以走炮五退三啊，这么一打，或者先蹬一将也行。这个棋如果你平这个将呢他就满意了。嗯，你再去蹬他的时候他将来有车二平四。嗯，反制，那走到这儿呢，就是黑方呢，就是可以这个先蹬一将，嗯，也可以，你只能出来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黑方呢，一个是炮五退三，炮五退三就可以。炮五退三。嗯。他如果退车捉马。退捉马，他将来老有反将的棋嘛。嗯。而且他是不是还有走炮五平六的这些手段？对。如果你退车马，他还有炮五平六，你吃他马五进六，这个马连续叫将啊，嗯嗯，也有些手段，对，所以说这个棋呢，可能红方要兵进一要送兵，现在送，嗯，送兵他就是蹬掉呗、嗯，或者黑方呢，如果走的含蓄点，也可以直接退炮打，这个马还是先保留啊，让你车退，嗯，
击退呢，黑方那边动作也是挺快的。反正总之呢，这个棋我们就罗列了几个简单的变化吧。嗯，就是说作为红方来讲呢，嗯，这个棋这么走呢不值。嗯，这么棋，这个棋呢就是说红方呢容易受攻。对，所以说这种变化啊，自从这个对局出来以后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可能以后红方就嗯没人走这个变化了。这个变化就是说，毕竟红方呢，就是开始呢，嗯，走的有点太重复了，嗯嗯啊，其他子力没有出呢，只盯着过这个兵呢，这个兵过来以后呢，嗯，实际上收效呢并不大，嗯，所以说这个蒋川的这盘棋呢，主要是布局呢比较成功，嗯。那么今年呢，这个我们北京队呢和这个河北队呢两个队呢，就是共同组建了经济联队，强强联合组成经济联队。是啊，嗯，所以说今年的这个格局呢，这个包括象甲也是有一些很多新的这个变化。嗯，红方实战当中不是，嗯，黑方车八进九，红方马三退二一等。那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是第十二轮的这个对局，对啊，第十二轮对局呢是在大庆。对对对，大庆举行的一个，就是中间呢有那么六轮比赛呢，是在这个啊美丽富饶的这个大庆呢进行的。嗯，大庆呢这个地方呢，以往呢我们大家觉得可能是一个工业城市，就是做石油的。石油。结果这一去大庆这一看呢，确实这个非常美丽。对，你好像你也去过。对，我去当裁判了。哦。百湖之城，它是大庆是一个，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也去了他们的当地的一些湿地公园去观光了，嗯，确实很不错。就说大庆呢，它那边湖泊比较多哈，嗯，空气呢应该说也比较清新，嗯，啊，这个确实呢，给人以啊不一样的这种感觉。嗯，另外呢，这个大庆呢也主要是由于这个啊开采这个石油出名的。嗯，当年呢是开采石油呢，正好像十周年，嗯，就是建国十周年献礼，嗯，啊。所以这个命名为这个大庆啊，这个大庆的由来呢，就是由于是开采石油成功了，嗯，正好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，嗯，十年一大庆嘛，所以就命名为大庆了，嗯，啊，位于黑龙江省啊，离这个哈尔滨市并不是很远，嗯，啊，对，大概开车有那么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这个大庆，嗯，那么这一次呢，比赛呢也是得到了这个大庆方面面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啊，也给大家提供了比较方便的这个条件。嗯，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棋局上来。嗯，车对红方马登回来，回头车。嗯，啊，我们这个简称回头车。你们广东话是也这么叫吗？也这么叫啊，也这么叫。那看来这个象棋术语是很接近的。是，啊，那好，这个布局呢阶段呢基本告一段落了，应该说黑方呢布得很成功，嗯，后边呢就要进入后半局的这个战斗了，嗯，那好，稍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呢继续讲解这个对局的这个经过，嗯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实战对局吧，啊，嗯，这个棋呢就是黑方先把车出来了，车一平二。黑方在步数上呢明显便宜了哈，嗯，红方这个骑兵的作用呢还是有限的，对，暂时发挥不出什么作用。灯炮，嗯，黑方呢就直接摆头炮，嗯，因为他也不怕你换，因为你毕竟左边的子力太慢，嗯，红方跳边马，黑方马七进六，马七进六，黑方这个子力呢就是可以说呢盘旋而出了哈，嗯，这个棋作为红方来讲呢确实呢先手全没有了，嗯，但是红方呢也没办法，嗯，啊，所以他选择在对这个车。对，那黑方就把车对了。对，他不对这个车，他又怕他将来车进七啊，什么捉有些先手。嗯。啊，这样呢，黑方就是说形势还是不错的啊，嗯，但是现在呢，怎么走啊，嗯？实际上，黑方也可以考虑先把了进四蹬啊，将来再炮平子。平几再说，对啊，他实战先走炮平三，嗯，这不是先手，他想着先抢一步，对，嗯，红方走炮七平六，嗯，这炮七平六呢，不如走炮七平九吧，炮七平九，
对，这儿不是有打边兵的棋吗？棋，对。打边兵感觉还是，是不是他将来顾忌马六进四，马四进三啊？对，下步抽着马呢。对，他可能马六进四这步棋。对他可能也有顾忌，他这看不清楚，因为毕竟是快棋啊。嗯。然后他实战呢，就是走抛弃平六了。嗯。这儿给马呢多了一个啊，马八进九的先手。对。然后黑方就走马五进七，马五进七先盘出来。对，红方马八进九登。好，黑方炮三退二。黑方退炮应该说呢还是走的不错的哈。嗯。继续控制你两个马，就是红方这个棋它痛苦在哪儿啊？大家看这个棋啊，嗯，马九进七上不去，嗯，马三进五上不去，嗯，那他只能够再拱边兵，嗯，争取这个马从这里上，对啊，但这个动作呢？来看呢，肯定就是比较慢了。嗯，他是先走的马六进四啊，马六进四。他呢？他走了兵七平六。嗯，因为你现在不能上马。嗯，上马他马四进三就吃子了是啊，所以这个马到这儿来既有登兵，嗯，还有他空马的作用。嗯，然后黑方卒五进一，卒五进一冲。红方还是不能上马。嗯，他这个象量不住，所以他红方很无奈。对，主动打掉黑炮。嗯。这个步数呢，就亏了一步棋。对，然后红方再去飞象啊。嗯，因为只有飞了象以后，才有可能这个马呢上。当然，黑方也没有走卒五进一，因为卒五进一他正好进这儿。对，蹬你是个先手，黑方觉得这不舒服。你再平，他又蹬你。嗯，这样等于红方这个马就带着先手上去了。对，所以黑方这个时候先走马七进六。先走马四进他先走马四进六，对，先跳一个卧槽马，对，卧槽马要蹬炮，嗯，那红方看这个炮呢，再躲，反正动作太慢了，他就马九进八了，嗯，他也不管了，嗯，其实这个棋呢，就是黑方换呢，固然也是兵种优势，嗯，啊，他不换呢也是可以的，对，这个卧槽马他肯定是还想保留，对，嗯，他走了一个马七进六，对，马七进六，嗯，那既然这不蹬，红方就不愿意再换了。嗯，因为这个棋它还有叫将退炮的棋啊，红方走炮六平九。嗯，炮六平九呢，这个棋实际上黑方呢，它实战走的是卒五进一。对啊，嗯，实际最实惠的走法就是直接走退炮，就是说将再退炮也可以。嗯，他也有些先手，嗯，但是他可能就得靠平兵啊，嗯，往里靠了。他最实惠的可能是走炮三退三，退三。现在准备将，啊，嗯，那可能要知势，知势或者退炮吧，总之要防一下这卧槽马。嗯，你知势，那他可以炮他明七。把炮对移过来，这个是先手，把你马逼退，嗯，然后再蹬掉你或打蹬你都可以。嗯，卒五进这些都是先手。嗯，就是说这儿可以把红方的位置挤得更难受。嗯，他实战走卒五进一。嗯。也可以，嗯，蒋川这盘棋呢，通盘来看呢，嗯，一直在控制局面啊。因为我们当时下完了以后呢，嗯，全队都在关注他这个比赛，嗯，看他走的基本也没有什么，啊，嗯，但是说你步步都是最好的，那也做不到。但是总的来说，他一直在控制住这个局面，嗯，啊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种啊高手之间的这种残局是怎么下。嗯，然后他卒五进一，他只能够逃兵。对。然后他这个时候就进马去蹬，这个时候他走一个先退炮啊，先退炮，先退了炮。他还是看到了这几步先炮三平六啊，嗯，啊，还是一将，嗯，他这是兵五平四啊，兵五，他当时是走了炮九退一，嗯，他兵五平四的话，他也可以炮三平七啊，嗯嗯，炮九退一，嗯，那黑方走了马六进四，进四，这个登兵是一个先手，嗯，对，这个棋红方就没有什么机会了，应该说这个棋已经挺困难了，现在局面这个棋，但是他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机会。嗯，登兵了，红方兵五平四啊，走了这个马八进六，对，其实应该还是把兵移开啊，对，这个兵呢，嗯，来挡住这个将领，嗯，但是他走这个他是他马八进六呢，就是说，想够着对方的这个象，嗯，啊，
将来有机会一兵换两个相，他是有这个想法。嗯，但是后来这个成龙啊，嗯，时间也比较紧，啊，对，因为他这个心态上来讲呢，他又是想争胜，嗯嗯，和了呢全队就输了，嗯，但是这个棋呢又力不从心，嗯啊，然后接下来马四进二，马四进二，啊，这段呢这个蒋川呢倒走的啊有板有眼，嗯，因为这个棋红方也不能打出去，因为他这个叫将。出将炮三平六，炮三平六一将，他这有一马六进五这个手段，嗯，就是你如果平兵的话，马六进五，对他有这么一个抽将，嗯，啊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对，所以说也没办法，马在这儿，对，炮，所以红方只能走炮九平六，嗯，不给黑方马上进三卧槽的这个叫将的机会，嗯。但是黑方呢依然走马二进三，依然走马二进三。对，马二进三呢是打象的一个先手。嗯，这个棋呢红方又不肯呢这个放弃这个士象啊，嗯，所以他象进七，用这个象呢来防御这个孟攻。嗯，黑方呢也不给红方兵五进一换象的这个机会。蒋特大走的相当灵活。对，他也走。嗯，象五进三。嗯，然后。他走一个象七退九，象七退九，嗯，然后黑方走了一个炮三平二，准备下一步进炮打炮什么的。他炮三平二的意思呢，嗯，就是说什么意思？他希望对方走出将，嗯，然后他先手这个炮啊，嗯，到这儿来将，嗯，然后你要是不走呢，他随时呢进炮有这个打这个死炮的这个棋，嗯，实际这个棋黑方还有一个简单的走法，嗯，黑方呢就是可以。一将，嗯，你只能出将嘛，嗯，然后黑方走马七退五，哦，把这个下步棋我就硬把你这个三路兵蹬掉，嗯啊，这个棋也是优势。如果你马六进四呢，我可以平炮将你，你如果蹬回来，嗯，我马五退六，嗯，抽马，嗯，这儿的棋的就是说黑方呢也是很不错的，很实惠，嗯，总之呢就是说，嗯。黑方炮三平二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嗯嗯，然后这个时候红方走马六退七，红方的这个马回来啊，嗯，也就意味着就是全线防守了，对，应该说这个棋啊就是越发的这个困难，嗯，那黑方的这个棋就是好下了啊，嗯，黑方走一个平卒，平卒它是准备将来这个在卒子进就把你这个炮陷死了，对啊，那红方呢迫于无奈走了一个马七退五，先把马给赶走，嗯嗯，黑方马三圈再回来，嗯，这红方这两个马怎么运呢都运不上去，嗯啊，在黑方的这个节节紧逼之下呢，嗯，只好这个向回这个败退，应该说这个棋是比较困难的啊，嗯，而且由于今年的赛制是改成快棋，所以走到残棋的时候，应该那个局面时间应该剩下不多。对，嗯，他走十五进四了吧？十五进四。啊，黑方呢就是黑方炮二平七，嗯，非常灵活，左右的闪击。嗯，红方。嗯，红方走平这个。平炮打。嗯。他不打呢，如果直接回马，嗯，就可以打兵啊，嗯。他呢，还是尽可能争取呢，嗯，给黑方一点威胁。嗯，红方跳马将。嗯，那在这个比赛期间呢，嗯，啊，我们那个也非常呢，这个很多这个棋手哈，嗯，几乎所有的选手都去了这个铁人那个纪念馆，对啊，对，大家也是。反正我也第一次去大庆，嗯，感觉呢这个到铁人纪念馆呢也非常的难得的机会吧，嗯，也是膜拜一下铁人啊，是，嗯，这个铁人王继喜呢，嗯，他还真不是黑龙江人，他是甘肃的，嗯，他从那甘肃啊带着他那个队伍啊，嗯，整个是去的这个大庆，对，等于是大庆第一批的这个建设者，对，其实最早呢应该这个大庆啊，嗯，是由地质部这个老的科学家，嗯，李四光，嗯，还有那个老的那个红军，嗯，何长工，他们两个人建的那个地质大学，哦，地质大学呢，就是说的李四光找到的，就是
这个大庆的石油嘛，嗯，这个大家看到那个李四光呢有那个纪录片还有电影，嗯，那么何长工呢当时是在地质部呢，嗯，当常务副部长，嗯，他们呢建的这个大庆地质大学，嗯，等于是早期呢给这个大庆啊，嗯，设计的了一个蓝图啊，嗯，找到这个石油，嗯，然后之后呢这个石油部呢就是召集了很多这个开采石油的工人，嗯，先期呢就是到达这个大庆，嗯，逐步这个开采，应该确实呢那个时候啊，嗯，真是对我们这个广大骑手啊，嗯，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有一个教育，嗯，那个时候条件非常的艰苦，我记得这个铁人这个王继喜啊，嗯，就有一次啊，嗯，去为了这个不影响这个进度，自己跳入这个冰冷的冰里边，对，哈，去这个好好的去搅拌，对，哎，因为拿自己的身体去搅拌那个，对，泥浆啊，非常的这个，拼了老命啊，这个铁人精神，为了这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建设啊，嗯，应该说这个确实呢，这个大庆呢，正是由于有千千万万个啊，嗯，这个工人的努力呢，嗯，才使这个中国这个石油事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哈，嗯，飞跃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欣赏这个最后的这个对局的进程，嗯，啊，一江炮子平六，竹子平五，竹子平五，这要拱这个马呀，嗯，他也退市，然后黑方呢，马四件，这个两个马怎么运也运不好，嗯，嗯，然后红方在仓促之间吧，他也没办法，他走一个马三退二。他怕对方卒七进一，对啊，结果被黑方平炮一打象啊。嗯，他先走了一个冲兵，对，又把这个马嗯赶回来了，嗯，对，然后再一打，炮七平三一打，嗯，这个棋红方确实呢也无奈了，他是回的是哈，嗯啊，不然的话要丢子，嗯，对方那他象一打，炮打一将，最后一段入局呢，应该说还是，嗯，啊黑方抓的比较紧，嗯。这个棋呢，就是作为我们好多爱好者来讲啊，嗯，觉得可能这个炮在底线，嗯，好，嗯，一般就愿意平到这儿去。对。但是目前来看呢，就平到这儿，没有明显的这个作用。嗯。所以这个蒋川呢，嗯，他这个知道这个炮啊向回走。嗯。啊。他把这个炮呢走到更高的地方啊，嗯，然后红方走的是进马吧。对，马二进四。然后黑方走平卒。啊，红方这个子力位置比较难受，他也无奈，他跳。其实这个棋黑方走炮太平五就可以得子，对，啊，你支持他卒子平五。对。但蒋川呢，当时呢，主要看先把这个炮蹬死。蒋川时间也上来了。嗯。然后红方这个炮没有地儿去了，嗯，只好出帅啊。黑方先。他走一个向三退五。嗯，他跳中马一跳啊，黑方炮太平五。一走，因为他这个炮不好走，啊，嗯，他当时是走了一个兵五平四，啊，他先啊，他先兵五平四，先兵五平四，哦，啊，那我，嗯，他还是把这个炮换了，嗯，然后一上将，然后走了一个炮三平一，对，然后最后两步棋红方跳中马，对，他一将，他一支士，然后他也不是，因为这个士呢肯定是丢了，对。红方呢没有办法哈，嗯，最后呢红方由于时间太紧，嗯，又走漏了，把这马走丢了，马不丢呢，士，嗯，丢呢也要输，嗯，那么最后一步棋红方上马，黑方炮一退，退炮，这样红方这个马呢丢了，嗯，就不再坚持了，嗯，那么最终呢这盘棋呢是以蒋川的胜利呢而告终，嗯，这盘棋最主要的是布局呢这个蒋川呢，嗯，后发制人，对啊，先声夺人，嗯，布局的这个因素呢，应该说是很重要的，嗯。那好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好，朋友们再见。朋友们再见。